加上这里，哇，
今天吃个酱焖鲫鱼。红烧的扁鱼，对鱼还是用人人会辣酱烧的好。姐妹们，我之前卖的 那套睡衣你们都收到了吧？是不是质量特别好，穿着很舒服？现在又新到了几款，也是39.9块发三件的啊，就上面一个短 T 恤，下面一个长裤，然后再一个短裤，一共三件，到手是39.9块。家里一共到了好几款，然后你们还要其他款的话，可以去小店里面收睡衣，它就出来了。面料是聚酯纤维的，我穿的是 XL。质量可好，穿的可舒服了。这个刺也是特别多，看到没？